Мама, ты где никогда не видела столько людей много? Я тоже нет. 好高好大啊！丈母娘看傻眼了。今天我们来哪？北京路。北京路啊！我的天哪，全都是人呐！丈母娘没见过这么多人是吧？前面人挤人啊！ 反全人，哎呀，我，谢，连贯州，谢我点谢。这个步行街在广东的地位，就相当于在上海南京路，对，都是很多的人啊，对，但是也能体现出来中国人气的多棒啊，嗯。 哦，感觉真的是好开心呢！看到这么多人，啊，真的接地气儿，嗯，对，这才是生活啊！哦，感觉我活过来了，都特感觉特别爽那种，就是人声鼎沸这种感觉。人多不多？哈哈，你看后面多些人，是没见过这么多人。哈哈。Hello， 你好。 Мама, ты где когда-нибудь видела столько людей много? Я тоже нет. Я даже в прошлый раз, когда здесь была, не было так много. 今天正好赶上周六周日啊，丈母娘有点懵了，第一次来就见到这么多人。这个是广州原来的样子，清朝时候的样子是这样式的。Starry广州。 所以说，广州是一个在中国来说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这么一个城市，啊，而且呢，广州也是最包容的一个城市，它是在中国最早的一批开放城市，也是最最西开始面向全世界的这么一个城市，啊，对对对对对，很有历史底蕴的一个城市，你要慢慢的在广州生活，慢慢的来体验，嗯，对对对。 看到什么了？十二生肖啊，嗯。十二兽首。啊？这是羊啊，嗯。蛇。 妈妈是蛇是吧？你家里好多。 Будду настоящего видела где-нибудь? Будду сейчас посмотрим, там дойдем, там есть большой, красивый. Там тоже, наверное, конечно, миллион человек, но попробуем зайти посмотреть. Ну, не настолько. Не настолько. Ох ты! Чамнян看着大佛寺了啊。晚上更漂亮。 Thank you.
Там что внутри? Посмотрим, можно смотреть. Можно. Мама第一次看寺庙，我们上里面看看，非常非常漂亮。Там внутри красиво. Здесь тоже красиво, да.丈母娘应该是第一次看中国寺庙，真正的中国寺庙。Конечно, где у нас нигде нету. 对，第一次啊。中国的佛教文化也感受一下。对。那面能进，都可以进。这，哦，哦，对。好高好大啊！丈母娘看傻眼了。嗯，对，前面的看到那棵树，284年了，84年。284年了，这个古寺也有200多年了。嗯，你看中国人很虔诚的，你看中国人对佛教，对对对，就像你们信那个耶稣一样。嗯，这是观音啊。嗯，对对对对，南海观音。对对对，嗯，对，中国人的信仰。嗯，看到里面的人了吧？对，是不是很信这个，很虔诚啊？对，嗯，就像咱们当时去那个俄罗斯喀山教堂一样。对对对对，你们也很信，自己国家有自己国家的信仰。嗯，对，丈母娘信吗？哦，不是那么信哈。啊，但是有这个信仰。大佛古寺。对对对，大佛寺。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寺庙，很漂亮。丈母娘和热娘啊，累懵了，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人是吧？